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们眼中我是个什么主播？不用看啊，现在你们的回答一定都是清一色的颜值主播、才华主播。那虽然我知道我很帅了啊，但我也不是那种靠脸吃饭的人，好吧？如果大家太在意我的颜值，对吧？就大大忽略了哥们的技术。其实呢，我还是个技术主播，超级凤凰蛋啊，只需要2500分就能到达。而无敌凤凰蛋则需要全国前500名才能获得。再看看哥们现在的分数，2474分，只差20多分就可以达到超级凤凰蛋。那经常有粉丝问我上分的秘籍到底是什么？今天啊，就带你们看看我是如何10分钟上52分的。身为凤凰2470分的高手，在巅峰赛里一定要耳听六路，眼观八方，处心运这关滚动好了不要开，先确定好正确答案，在最后2秒钟的时候直接滚动进去，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其他人撞下去，大大提高了你的生存率。第二次也是一样的，先确定好正确答案，这里我们看到了答案是10，只要在刚刚的方法基础上再加一点角度，很大程度上还可以把别人给抓下去，就是现在。好，OK， 这一关是蛋仔幸运色，在凤凰2500分的生存赛里，不管哪张图都十分的危险。要想不被淘汰，我们就得想尽办法淘汰别人。滚动好了不要开，在最后确定颜色了之后，一个滚动直接过来。当我们开着滚动的时候，是最容易淘汰其他人的时候，盯准他的屁股，直接来一下。看到没有，在生存赛就是要这样玩。在高手眼中，滚动不仅仅是滚动，那也是收割别人的力气。这里我们的滚动还没有好，没关系，紫色很多，我们随便走到一个。好，前面向大家科普了滚动的重要性，这关舞池狂欢则是告诉大家时机的重要性。很多人在面对这张图的时候都表现得很慌张，在我们凤凰2452的高手眼里，这种关卡就是福利关。大家都知道上面的豆更多更密集，当你在吃下面豆吃不到的时候，直接一个复位到上方，正好收成豆子，接一个滚动甩开其他人来到下面，下面的豆子也很美味。虽然我们第一轮没赶上豆子那个刷新时间，但就像我说的，只要我们卡好复位时间，当 CD 转好的那一刻，再次一个复位上来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个竞争对手都没有，上面的豆子全是你的。现在我们只需要吃2个5分豆就可以晋级，这就是高手的思维。小卡，好，从2474分上到2422分，请问我10分钟，关注我，带你轻松上超级凤凰蛋。